他们会为此付出代价的。嗯，明白。啊，不会让你过去。听从差遣。啊，这里好像太凉快了。大展拳脚喽！伤员不要剧烈活动。仅仅是依靠经验，我久违的战场啊！为什么这么严肃呢？我来掩护。听从指挥机。我会照办的。要上了。为什么这么严肃呢？听从差遣。准备完毕。为什么这么严肃呢？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吗？听从差遣。紫药，待命中。我来掩护各位。为什么这么严肃呢？别担心。向前走吗？
计划是不该踏足这里。咦呀，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吗？啊，小心花粉过敏哦。大家都好棒呀，一会儿要炖一大锅菜犒劳犒劳大家。